们来看一下苏格里拉他们的美食区。
熟食区、生食区、烧烤区，全部都介绍到这里。这边呢，就是它的酒水的部分，有一样雪花啤酒，那还有一样，看到还是康师傅的，哎，有蒙牛的，蒙牛的可以考虑喝。那个康师傅的跳过路过，千万要错过，这是我到大户的感觉。跟大家产生一个信息。OK， 这边还有自助的，看看有没有看到。好的，这个大概就是太大了，没注意到，还是可乐。我们第一轮拿了什么？当然是先拿熟食，那也拿了沙拉还有啤酒，当然有些东西熟食了先吃，那火锅呢直接丢下去先让它煮，这个烧烤类的东西呢，你看我们都不会拿下去烤。后面看这个，这个很好吃，烤鸭烧起来，他家的黄瓜很对味，而且那个酱还不错，难以想象一个人70块人民币可以吃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餐饮。7.41我们两个网络上买，跟小工作人教我们怎么去买，两个人141块人民币。这个明显比前面都好很多。这家里就讲说，这边的东西确实比前面我们在湖南省吃到的其他的家的性价比更高，还不错。在万家里里面的苏格里达，推荐给你。这是烤羊肉嘛？这边烤羊肉不用等，之前去吃那间稍微要等一下。一根解决。刚刚去拿的这边，冰淇淋柠檬。不喝哎，不是很酸，也不是很甜，这个味道真好，我喜欢。螺蛳，这家女主角拿给我的螺蛳，好辣，这一定好吃的，辣辣辣辣辣。螺蛳。大，首奖。刚刚吃的那个，好了，我再去拿东西，等我。好的，就是。刚刚下火锅煮的，有虾子，有皮皮虾，有蛤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还有放了一只，用什么黄鸭叫还是鸭黄叫，我搞不清楚。这边当地的鱼，看起来像台湾早期的头山，真的很像，我都会吃看看头山怎么样。过来，还有这个干旱虾子，都是虾子。这家女主角去拿了沙拉，这边我觉得她桌子有点小，不过可以的，你这种价格不能要求太多，这个价格在台湾根本可能吃不到。他们这边有的物价很高了，有的物价还是蛮低。好了，我要用餐了。先暂停一下。久违了，皮皮虾。那你吃了一点虾子，现在是皮皮虾。
海吃的那个咸酥的比较好，就下去煮。死的啦，那是死的，虾子有的是活的，我抓的那个是活的，我不知道你抓的是死的。丢下去都死的。就是水煮的牡蛎，我把它那个火烤的关掉，实在太热，那个它的热气这样上来受不了，我们干脆用水煮的火锅煮的，另外就吃它的熟食，这样就够了。其实这本这一间好，绝对大陆人说的绝对会回本，可是我们还是吃很少，不是很多。店名叫这个，看到了吗？清楚啊，蛮难找的，不怎么好找。你如果坐那电梯上来，都是 KTV， 你要穿过 KTV 之后走出来，到这个广场。越多了吗？晚上好，欢迎光临金汤锅料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都可以。虾好吃。虾子好吃，这家你是很难得吃虾子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最主要这边海鲜，我觉得还 OK 了。这个鱼呢，应该是蛮新鲜的，我现在吃这个。那个，看影片的先吃，照惯例。钱还不大钱，我先吃一下。吃完了，做不上来那种感觉，就是鲜嫩。好了，开始吃啦。把刚才那只鱼吃完了，跟各位报告这只鱼呢，我对它的口感呢，肉质上的鲜甜度有点类似台湾的那个笋壳鱼，笋壳鱼，那没有土味，很鲜甜，真的值得品尝看看。它的口感就是有点 Q， 但是又不是很 Q， 肉吃起来黏度非常棒，赞。去了拿了一盘花蛤，那边还有小炒肉，没有拿，都是炒了一盘花蛤。这个花蛤很大，哇，很大，拿了一堆。对面的女主角跟我说这个很大，我这边也加了他们手指的蒸鱼，还拿了一点鱼子、鱼蛋，另外拿了白木耳，这白木耳甜甜，白木耳。不会甜。要吃哪一个？虽然很辣，我把它吃完。不过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喝点啤酒吧。那是什么？你想吃啊？很想啊。今天不要再喝酒了。没有喝酒。这边收盘的速度超快的，再去找吃的，去溺死。好的，去了溺死，弄了一个卤味的鸭胗，那还有花莲一个炒红薯黄瓜，那天还在
张家界还在菜市场卖烤地瓜，这边就有了。另外这个是烤牛肉，外加一个羊肉。牛肉第一次试看。自然的味道，继续把这吃完。好辣！刚才吃了那个卤的鸭胗，我不知道是麻辣鸭胗。现在整个舌头嘴唇都是辣的，然后用荆棘来解。受不了，辣到！辣到说不出了，休息一下。辣辣辣辣辣，东西就是辣。就这样。烤牛肉也是辣，还好拿到火锅里面把它涮一涮。该不会连地瓜都是辣的吧？好 Q 哦，你拔不起来。地瓜不辣。要不要吃？我赶快吃吃，再吃，我现在要走了，有点困的，不是我。跟各位讲，雷神沙碗哦，如果你住在五一广场附近哦，你要个心理准备。那边晚上真的很吵，你没到十二点哦，那个周边的环境的音乐哈，会让你受不了。即便你住的高档酒店都一样。我们今天换个地方住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虽然是无烟房，但是对面有个常住客，饭店也不想得罪他，他都要开门，咱们房间的烟味就跑出来。今天晚上睡这间房间，明天他说要帮我们换另外一间房间，可能就比较没烟味。这个城市呢，给我感觉就是很像在西安一样，整个城市都是弥漫的那个抽烟的那个味道。只有一个地方的空气很清新，你难以想象在什么地方，在他们的地铁站，就是捷运站里面。但是你一出捷运站之后，就开始闻到整个城市就是有抽烟的。他们这边的人大部分都不抽烟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那个烟啊，吸烟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对不起，对那个抽烟者来讲，我只能说收了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反正有一种方式就戴起口罩，只能这么做。可是希望吸烟者不要当边走边抽，到时候把烟头随便一丢，这是我在大陆这边常看到的一个景色。还有在五一广场那边还有建设，很多那个卖家把那个扩音器开得很大，还有就是表演者也是把音响开到很大。我觉得音量适中，让对方听到就好，不见得要很大。他们这边吃的火锅也很好吃，可能是来到这边要入境水土了。拿
了一个甜点，我看这甜点等会其实他会要怎么样，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这边有仙草的样子，我也搞不清楚，这就是甜饼，有点类似西米露，又不像西米露，我不清楚，吃了就知道。你先吃一口好了，看这黑黑的是不是类似台湾的仙草蜜？不像，有点像果冻一样，说不出来，我就静静的把它吃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准备要收尾了。这个来到这边，哈密瓜就不用讲好不好吃。我最主要是讲说他们的枣子，这现在是枣子的季节，台湾也是哈，吃看枣子口感怎么样。用卫生纸擦一下。大陆的枣子不好吃，吃起来水水的，没有甜度，还是台湾的枣子比较好吃。完全没吃对，放弃。西瓜。还是西瓜。昨天在那边吃的西瓜很甜，这边的西瓜一般。难怪我上面看这西瓜哦，还有很多没人捡。还可以啊。再品尝哈密瓜。又香又甜，好吃。我相信，我拍那么多大陆的影片。有些台湾的僧侣一定不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过我必须声明，我把政治放旁边，我纯粹就是希望过我的生活，希望快快乐乐的，尤其跟最佳女主角到处走走看看，因为人生呢不是很长的时间，如果你不好好珍惜你现在可以走动的时间，到处走走看看，往未来人间走一看，这是我目前的想法。好了，最后就不多说了，我的影片呢就在这边说收尾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按赞。老话一句，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后会有期。